好欢迎今日每一位来到参加我们慕迪港众恩堂主日崇拜的聚会。现在聚会开始，请我们先低头默祷，预备我们的心灵。默祷完毕，请听宣召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第八十九篇第一和第二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请我们低头同心为崇拜献上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今天你要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去歌颂你自己的慈爱，我们要赞美你自己的信实。神啊，虽然世人他们离弃你，偏行己路，按自己心中的意念来行事，叛逆你，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仍然的慈爱没离开，你愿意来到拯救，来到赦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你要得着你自己的救恩，让我们再一次来到得以来到与神你和好，得着你自己永远的福分。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全然的谦卑去投靠归向你。主啊，我们仍然很多时候我们都偏行己路，但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的敬拜，我们愿意你要信服你，你都去跟随你，求你在当中，你都向我们来显明，带领我们今天整个的崇拜在你面前是蒙你自己的喜悦。我们这样同心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以下我们会用诗歌来到一同去敬拜我们的神。风雪
愿你幸福，感谢生命的祝福，我奉你同路。全因主的圣名，劳苦可得。
手牵我到白头，守护
以下是奉献祷告和默祷，请大家低头同心的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么严峻的日子里面，神你仍然保守着我们，让我们没有忘记一切都是从你而来，让我们存着一个极大感恩的心，我们去回应你这恩典。我们将我们一切你所给我们的，我们愿意来到摆在神的家的当中，求你亲自来到赐福和使用。神在这个时间，我们都继续的要为到世界的疫情来到祷告。主啊，我们特别纪念到在印度，今天他们在一个极度严峻的这个的困境的当中。主啊，我们感染的数字不断的高升，死亡的人数不断的增加，亦都有很特别的变种。主啊，我们求你真是来到去怜悯，来到施恩，求你来到当中，来到看顾世人。特别我们亦都为到整个世界亦都在动荡不安的里面，我们为到世界的政局，在缅甸里面有暴力的镇压，在以色列这段时间他们有很多武装的冲突，带来很多平民的死伤。我们为到香港人民在当中那种的惶恐，主啊，我们真的知道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主啊，都是充满着不安和动荡。主啊，我们求你在当中来到施怜悯，就是让人因着面对着这一切，他们愿意来到去全然的归向你，来到寻求你，来到仰望你。神啊，我们也都继续为到教会来到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今日教会仍然经历很多的困难，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去扎根在你的话语上面。主啊，因为你的话语是永远长存，要坚定。主啊，我们就求你，让我们能够去扎根在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你，更加去认识你的话语，认识你的作为。主啊，以致我们今天能够活在你的旨意的当中。主啊，我们知道今天人真是来到去随心自己的心意而行。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晓得来到寻求你的心意，帮助我们教会怎样来到面对前面，特别来到牧养下一代。主啊，我们即是求主怜悯，求主来到施恩。神啊，我们亦都在这个时间来特别纪念到我们当中软弱的患病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到郭必辉牧师，他癌症手术之后他已经出院，来到去将会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我们又纪念陈耀堂牧师师母，他们感染了肺炎之后正在康复的当中。神啊，我们亦都纪念到我们当中Jenny姊妹他已经来到出院回到家，来到求主特别的来到去带领。也都为到戴明浩弟兄同埋郭先生，我哋同样仰望主。主啊，求你同样嘅使佢哋能够喺前面嘅日子里面去经历到主你自己特别嘅嚟到看顾同埋怜悯。主啊，我哋恭敬再一次将到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我哋喺可能喺心灵嘅困苦里面，喺身体嘅软弱嘅当中，主啊，你系一一嘅嚟到去知道，你一一嘅嚟到去顾念。求你就让他们去经历到你自己的同在和安慰。我们恭敬的将一切你要仰望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以下是读经，今日嘅经文系记载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至到第二十六节。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在今天崇拜当中，我们很高兴有我们本堂的堂主任万德康牧师来到正道。他今天的讲题是作贵重器皿，我们恭敬将时间交给万牧师。弟兄姊妹平安，在开始讲道之前，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低头祈祷，将时间交给神。亲爱主耶稣，多谢你的怜悯，多谢你的爱，让我们今天可以以你儿女的名分来到敬拜你。在下面的时间，我们会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恳求主你差派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解开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灵，是生命，亦都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来到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恭敬地将你的仆人交托，求你用宝血遮盖，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同蒙恩惠。多谢你垂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接着会讲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20-26节。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在教会里面出现了很大的挑战和攻击，就是因为在他里面有假的教师传着一些的异端，而这些的异端对教会的真理造成了冲击，也都对信徒的灵命造成了伤害。去到第19节，保罗就讲，他说虽然是这样，教会面对这么多的挑战，这么多的冲击，保罗提到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在上面有这样的印记，主认识属于他的人。然后跟着讲，他说凡是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他说这个就是那个的对教会最重要的守护，也都是我们的防卫的兵器，就是我们要立志行在真理的当中，活出那种神喜悦的公义的生命。好了，来到今天，保罗讲完了这一番的说话之后，他就做了一个的比喻，这个比喻就是下面我们要查考的经文。今天我会先同大家一起查考第20节-22节这一个的段落，然后23-26是另一个的段落。在提摩太后书2章第20节，保罗用了一个的比喻，他说在大户人家里面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在大户人家里面，当然大家知道这个大户人家是讲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教会的当中。他说在当中不单止有些金器银器，亦都有些木器瓦器的器具，他们有不同的用途，有些是贵重的，意味着他是很尊贵的，在一些特定的时间他就会拿出来用，在一些很
重要嘅场合里面，可能系宴请嗰啲嘅贵宾嚟到嘅时候，佢就会攞呢啲金器银器爱嚟服侍嗰啲尊贵嘅人。然后有一啲叫做木器瓦器，有啲较为粗糙一啲嘅，嗰啲嘅质素唔好嘅，例如你入到一间屋，你去到门口，可能人哋有一张地毡，你攞嚟擦鞋，擦下鞋上面嘅泥。又行入去嘅时候，如果落雨，你可能有把遮，会有一个嘅桶俾人放呢啲雨遮啊，或者系污糟嘅嘢啊。咁嗰个桶就系卑贱嘅器具，做一啲唔系好重要嘅，然后咧就放喺嗰度。贵重嘅器皿摆放都唔相同，佢会放喺啲好珍藏嘅盒里面，直到特殊嘅场合就会攞出嚟用。呢啲叫做贵重嘅器皿。保罗用呢一个比喻讲紧我哋每一个嘅神嘅儿女。他说我们都可以成为神喜悦的一个贵重的器皿，而在乎是你愿不愿意。如果你听到这个比喻，如果被你选择的时候，你想做贵重的器皿，还是想做卑贱的器皿？你想成为那个金器银器，因为你想做那些木器瓦器？这个似乎是一个选择来的。保罗没有说到做出来就是这样的了，就不是说神已经做了一些的特定了角色，而是说贵重和卑贱是在乎我们的选择，这个就是一个选择来。这个选择是什么东西呢？又怎样能够帮助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呢？保罗就在信息的当中提醒提摩太，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人若自洁，洁净自己，这个是一个的选择来。你可是选择自洁，亦都可以选择继续在这种有问题的状态，或者继续的选择听从一些错误的道理，继续活在一种神喜悦的生命的里面，或者仍然落在一种污秽的光景的当中。他说是一个选择来。如果你听到神的道，你可以选择脱离卑贱的，或者你听了一些假的道理，鼓励人哋咧，可以去随随便便咁生活，唔睇重永恒嘅事情，唔睇重属灵嘅事，只挂住今生，只挂住眼目嘅情欲，今生嘅骄傲，财富嘅迷惑，呢个系你嘅选择。你可以咁样选，亦都可以选择神喜悦嘅。你会点样选择呢？呢个就系今日保罗要同我哋分享嘅。所以我好想大家集中，今日同大家留意嘅就系21同埋22呢两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保罗给了我们一个成为贵重器皿的一个的原则和方法。你想不想成为贵重的器皿？他说贵重的器皿在神的眼中是圣洁的，是啱神用的，是神喜悦的，并且神会用它来到完成各样的神喜悦的事情，叫做善功。神会预备我们做很多的 good work。神要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祝福的管道，这个是一个选择。然后跟着他将那个的途径都讲了给我们听。所以今天我很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看一看，圣经里面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圣洁和成圣。在21节里面就提到人若自洁， If anyone therefore purge himself from this， 他说 purge himself， 洁净自己，脱离晒嗰啲嘅污糟嘅卑贱嘅嘢，喺中文翻译成为自洁洁净自己 ，sanctify 意思系成为圣洁，两个嘅字眼，一个系自洁，另一个系成为圣洁。所以圣经里面有喺神学上面有两个观念，一个系 holiness， 一个系 sanctification。我今日又想介绍呢两个嘅神学嘅名词，同大家一齐嚟到思考乜嘢系圣洁。乜嘢系成圣呢？圣洁同成圣对我哋嘅属灵生命有啲乜嘢嘅重要性呢？乜嘢系圣洁呢？我相信呢个嘅字对大家嚟讲一啲都唔陌生。喺新旧约圣经里面，圣洁或者成圣嘅主要嘅意思，其实有一个共通嘅观念，就系有分别嘅，或者系分别出嚟嘅意思。分别出嚟，分别为圣，大家好熟悉啦。分别为圣，是从什么分别出来？是从世界分别出来，是从神不喜悦的事物分别出来，是从那些污秽的败坏的罪恶里面分别出来归向神。这个就是圣洁的意思。圣洁就是从一个的状态进入另一个的状态，而以前的状态在神的眼中是神不喜悦的，
是那些和神的性情、神的心意相违背的事物、情况，我们要脱离了它，而进入去神喜悦的事情的里面，去进入去做一个神喜悦的人和他的儿女和仆人。这个就是成圣的观念。在整本圣经当中用到圣洁这个字眼，其实首先是表达着创造我们的神他的性情里面那种很突出、很超越的本质。圣洁是讲着神的本性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素质。圣洁在圣经里面广泛的是指着神是神圣的，包括的一切和人被造的人不相同的本质。造物主和被造的人一种天渊之别，这个的分别就被称为圣洁。神的圣洁有别于人的不洁。神被称为以色列的圣者，以赛亚书40:25。差不多这个观念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成1000次，就是讲到神是圣洁的。和有罪的人和已经深陷在罪里面的人的不义和不洁有着鲜明强烈的反差和对比。神面对罪的时候，因为他圣洁的本质，他对罪有一种的厌恶、排斥和愤怒，他是要将这些不洁的在他面前都要除灭。所以犯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没办法站立在这位全然公义圣洁的主的面前。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将来神要回来的时候，万族都要哀哭。有些人甚至说宁愿大山倾倒在我身上面，来到躲避那位圣洁者的面。神全能的神圣洁的面，我们见到都会惊惶。所以他说我不敢见，当审判的日子，人惊惶不敢见神，而甚至愿意大山倾倒砸住我，来到逃避神审判的一面。旧约的里面，人尊神为圣，是透过敬虔这样遵行实践神的心意，来到表达我们尊神为圣，用这样的心态去尊敬神的圣洁，就是圣经里面崇拜的真正的意义。在主日的崇拜当中，我们是带着这份的心情朝见神的面，是带着这份的心情要去聆听他的圣言，他圣经启示出来的真理。而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彼得亦都劝勉基督徒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让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尊他为圣的意思。当我们说尊神为圣，我们就是愿意敞开我们自己，将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到管理。所以当我们称他为我们的生命的主的时候，就是意味着我们将我们生命的主权现在归还给他，然后交在他的手中，听由他的带领和他的使唤，愿意我们一生活在他的心意的当中，不会偏离。这个就是尊神为圣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另一个部分，就是人的圣洁。当我们和圣洁的神建立了这种和好的关系、立约的关系之后，我们的生命就被神洁净了。当我们罪得赦免，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之后，我们就是圣洁的了。我们就是在神眼中称为圣徒。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当中的开头，他称呼神的儿女基督徒是用什么称谓的呢？他是称我们为在主里面的圣徒，以圣徒来到称呼的。而人的圣洁是一个身份来的，是因为我们和神建立这个的关系而有的新的身份。这个是神恩待祝福我们在约里面的关系。神呼召他的子民和他立约的关系当中，神呼唤我们进入他的圣洁的里面。生活的圣洁，我讲是生活上面的圣洁，是神对所有和他有生命交往相交的人的要求。他要求所有属于他的儿女在生活上面表现出这一份的圣洁的素质出来。这个的要求亦都是旧约圣经里面一切律例的基础。他说你们要在我面前成为圣洁的人，所以他将十诫颁布给我们，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
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应当朝向这个活出生活上面的圣洁来到荣耀神，活出生活上的圣洁来到彰显神的荣耀。这个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这个是我们的天职来。我们被神拯救，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活出这一份的分别为圣的生活，不单止在头脑上面身份上面认同，并且是在生活行为上面言语思想上面的实践的回应。圣圣有两方面，当我们解释了圣洁、自洁、圣圣这个的过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进入去就是圣圣的两方面。圣圣是我们在地上面一生要努力去实践的方向来。成圣是一个过程来的，我们由初信主到我们见主面离开这个世界那刻，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一个成圣 sanctification 的过程。由清义之后的过程就是成圣的过程，在我们这个整个的一生的段落里面，我们都一路朝向圣洁这个的方向来到前进。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一条的斜线来的，这条斜线是慢慢一路向前这样行，偶然我们会在软弱的当中，我们稍微停滞，甚至会有时倒退了少少，我们会跌了下来，我们可能在无知当中犯罪了，得罪了神了，被魔鬼试探了，甚至在种种的属灵的争战当中，我们不小心的时候被魔鬼攻击到了，就好像今天在以弗所的教会当中有异端出来了，有人讲假的信息，话复活嘅事过咗去啦，你哋可以咧欢乐今宵，放纵肉体啊！你哋咩做都冇紧要噶啦，因为我哋将来每一个喺神面前都会被悦纳嘅。咁样嘅虚假嘅道理，然后引诱好多人走错路。咁样呢种情况，我哋有时会喺唔小心软弱试探当中，偶然会跌咗落嚟。但系凡系有神生命嘅，圣灵会提醒你，当你跌倒嘅时候，佢会再一次提醒你，藉住圣经嘅话语。为什么祈祷这么重要，圣经这么重要？祈祷就是我们对神的呼求，而圣经就是神对我们的回应。所以读经祈祷是孖公仔分不开的，是我们熟练生命的成长的必要的工具来的。我们一定要学习警醒的祈祷，扎根圣言。所以当我们偶然跌倒的时候，神会藉着祂的话语提醒我们，藉着我们安静默想反思的时候，圣灵会直接来到对我们说话，亦都藉着圣经来到对我们说话。所以有弟兄姊妹说，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祈祷向神呼求，然后当他打开圣经读的时候，他发现神是直接藉着他读的经文来到回应他。我相信这个都是很多弟兄姊妹你的经历。有时你看圣经，当你祈完祷，你再看圣经，你发觉圣经里面你读的经文好像突字这样突了出来，神直接就透过圣经就跟你讲说话。我自己都有过很多次这种这样的经历，那些的经文好像突了出来这样，直接就冲在你那里告诉你，原来神真的听到你的呼求，神现在就回应你，他告诉你他的心意。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过这些经历，当我们有这样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就会回转了。神给我们再一次激励，我们就回转，我们的生命应该再向上又回上来。有时神是藉着圣经，经常来讲藉着圣经，藉着祈祷提醒我们。但当我们如果可能真的很软弱了，我们都不再去到读经了，不祈祷了，神要透过什么提醒呢？就是神会透过主内的弟兄姊妹来到提醒你。你有没有试过经历过，有时你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在脑里面突然间你会想起某些人的呢？你会有某些人的样子突然间弹出来的呢？就是神在那一刻透过你告诉你，你去关心这个弟兄或者这个的姊妹，因为他有需要。我在神学训练的时候有一次的经历，就是有一班你一起受训练的神学生由满地可揸车下去多伦多讲道领会的时候，回来的时间都不见他们回来，突然间在那晚他们的形象就很鲜明地出现，并且神很强烈告诉我，你要立刻跪下为他们祈祷，立刻跪下为他们祈祷。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之神说你不单止祈祷，是要跪下祈祷，我就跪下祈祷。
因为他们回来很久都不回来，可能我当时意味到是不是交通上面有问题呢，他们可能会遇到困难意外呢，那我就迫切地祈祷。原来神同一时间感动一两个的弟兄姊妹都这样要跪低为他们祈祷。最后他们两架车去，但是一架车回来，就发现原来有一架车呢遇到一些 black ice， 就跣胎，就冲咗埋路边，好彩呢就冇撞到树，而冲咗入去啲雪堆里面，架车就塞咗喺嗰度。两架车嘅人要逼成一架车，然后返返嚟喺多伦多上返满地河。我想话俾大家听，神爱我哋爱到一个地步，当你冇办法为自己嘅危难或者你嘅处境去祈求嘅时候，神会感动佢嘅儿女嚟到为你代求。所以我话成圣是一个过程，有时候你会跌倒，透过读经祈祷都不得的时候，神要透过教会的弟兄姊妹提醒你，为你代求，甚至出于诚恳的劝告，劝导你回转返返去正路上面。当你回转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再一次上返来，然后又再向上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应该这样的过程，一路向上，这个就是成圣的阶段。成圣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消极的方面。什么是消极的方面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这里消极的方面提到的是什么呢？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这里提到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消极的，第一句说话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个就是成圣的消极的一面。什么叫做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呢？当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相信大家很清楚，少年人的私欲可能第一部分我们即刻会想，哦，少年人当然了，血气方刚嘛，他们刚刚成长，对于很多特别在他们这个阶段里面遇到的试探，当然离不开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肉体的情欲在性方面的挑战试探，对年轻人是很大的挑战来的，确实是真实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要逃离、脱离这个卑贱的事，就是那些不合宜的思想和行为，特别在性方面的幻想，甚至沉溺在试探引诱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今天我们处于一个什么社会呢？大家知道在 COVID-19 这些日子里面，曾经我在讲道当中用过一个例子，在特别在某些国家有很多社会的风化的案件，特别是强奸的事件出来，就是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很多的男士沉溺在色情的网站而不能自拔，这种的沉溺成为他们的一个很强大的捆绑，甚至影响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家庭的关系，甚至会影响他们铤而走险犯罪去伤害别人。这个是圣经里面提到很严重的。在这里我就要用圣经里面的经文和大家一起来到去思考一下。我想和大家一起读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由第二节开始讲。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第六节，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这段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很清晰的，保罗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的心意呢？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而圣洁的意思就是要远避淫行，远避那些行为上面、心思里面、意念当中的不洁的思想，特别在性上面的幻想。所以这个是对整个的世界、整个的社会、全人类造成很大的威胁，沉溺在这些捆绑当中，
是今日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很多的名流，所谓知名的人士，都脱离不到捆绑。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饱暖就思淫欲。当人生活上面稳定之后，他就会思想一些或者是越轨的行为。在中国大陆里面流行的包二奶、二奶村、小三等等这些观念，已经成为了一种的文化，大家接受了，好像习以为常，没什么所谓的。甚至大家以为这种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整个的人类的核心的价值、道德伦理的观念就崩溃了。当人与人之间这些关系破损之后，是弥补不到的。这些的遗憾是将会一生之久。最近又听到一些的世界知名的富豪离婚了，结婚了一段长时间，几十年都要分开。听说是因为有其他的引诱，有小三出现。弟兄姊妹，我不单止讲是外面的世界，今日保罗是提醒着提摩太。他说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提摩太已经是教会里面一个属灵的牧者，保罗都不假设我们有金刚不坏之身，我们会能够逃避所有的试探。他说不是啊，他说你千祈不要轻看这个的挑战，这种的诱因，这种的力量是潜藏在我们的肉体生命的里面的一种的原罪带来的向罪的倾向，这个倾向是直到我们这个肉体消灭之后他才会停止。所以弟兄姊妹，你说要多小心，当你一轻忽的时候，我们就会跌在这个试探、引诱甚至沉溺的捆绑当中，少年人的私欲。今天这个社会潮流，大家看这些电影里面的观念，你就知道就是呢，人与人之间、男女之间那种很随便的性的关系。今天甚至已经去到不单止是男与女，甚至是男与男，不同的彩虹的婚姻，这些观念已经在社会当中成形了。这种这样对性关系由神所设立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观念已经颠倒了。撒旦用尽千方百计是要破坏神做人的时候的本意，特别就是这种的圣洁的本质。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道德伦理的核心的标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这个是第一部分。但是当提到少年人的私欲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只是单单讲这一种的问题呢？少年人除了血气方刚有这方面的挑战、试探、引诱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少年人会出现的问题呢？我相信少年人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可能会比较急躁，我们说血气方刚嘛，就会有一种急躁的性格。还有少年人成长的里面，开始他们会有一种的寻找自己的身份，他们就会有一种要突出自己的存在的价值。自己的存在很重要，变成那个自我就不断的膨胀。甚至 Time Magazine 就讲到今天是一个的 Me Generation， 我们个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当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我是第一，所有的东西要围着我转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中国大陆一孩制所产生的问题就是每一个的家里面的孩子，那个的独子或者独女，他就是全家人的金菠萝。爸爸妈妈不再讲了，好锡他们，连阿爷阿嫲都锡到他们窿，他们就成为一家的主人。他讲什么，这些老人家长辈全部会跟住晒佢，佢要买乜嘢就买乜嘢，佢要做乜嘢你就完全要讨佢喜悦。呢一种咁样嘅成长带嚟就係佢可以呼风唤雨，佢就係小王子、小公主。但係当佢一进入去一个群体嘅里面，个个都係小王子、小公主，会出现咩情况？大家就会争拗啦，大家就会有争执，会有坚持不下。因为我屋企我大晒，点解嚟到呢度我要听你讲？我唔会听你讲。先质口角，继而动武的情况时时出现。这种这样的情况，血气方刚，自此急躁，喜欢争论，喜欢争，觉得什么东西以我为先，这样的情况产生出来的就是骄傲自大的表现，自以为是。这个是少年人容易犯的问题。
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你要留意避免呢一种嘅性情，唔小心当中再一次翻翻嚟，操控住、影响住我哋嘅言语、态度、行为。我谂呢啲嘅情况喺教会当中，人与人之间嘅相处都系，我哋要求主怜悯、求主帮助。又跟住系积极嘅一面，消极嘅就系逃避，积极嘅就系我哋要追求嘅。咁点样追求法呢？保罗就喺提后嘅第二章二十二节就话：你要同那清心祷告主嘅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同埋和平。呢个系积极面嚟嘅，寻求良师益友。呢度讲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哋同乜嘢人做朋友，你就会成为乜嘢嘅人。好嘅朋友当然会带好你，但系如果你讲得唔好听，群埋一啲唔好嘅朋友，你就会被带坏噶啦。学好咧就要好长嘅时间，但系学坏咧，人嘅本性因为有向罪嘅倾向，学坏咧就好快，十年树木。但系要改变一个人，可能喺一夜之间佢就会改变。我哋要同清心祷告主嘅人，你去寻找友伴嘅时候，特别年轻人。我哋好需要朋友，我哋需要嗰啲嘅叫朋辈，我哋啲 peer， 我哋要有一班自己嘅 friend 咁样。但系你要揾啲乜嘢人做你嘅朋友，你都要求主帮助。呢度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同嗰啲清心祷告主嘅人，系嗰啲心里面系清洁嘅，并且系渴慕圣洁嘅人，呢一班人一齐，然后我哋喺埋一齐做啲乜嘢咧？佢话祷告主是一班完全依赖神的人，心里面清洁，又知道自己的软弱，而愿意藉着祷告表达对神全然的依赖的这一班人。他说你要跟这种的人在一起，追求的就是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他说这个就是神的性情里面，神是公义的神，神是信实的神，神是慈爱的神。有神的地方，那里就有平安。神是和平的主。他说你要追求的就是神的性情。我们要一起来到去彼此激励，彼此的分担，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策励，我们要成为一个神喜悦的人。所以教会里面有祈祷伴侣的推行。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寻找回同性的伴侣或者是夫妇，另外一对的夫妇。我们要天路有同行者。我哋可能家庭里面或者个人之间，属灵生命当中，可能系有软弱，需要别人一起扶持。传道书第四章咧，亦都提到咧，佢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苦同得美好嘅果效。有人公胜孤身一人，佢话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们。如果有同伴一起行，大家互相守望，互相照应，背对背咁样吓贴住，一起嚟到防卫。就好唔同啦，三股合成嘅绳子不容易折断。呢度就讲到咧，乐与担遮，天路同行，互相分享，互相分担，一齐激励，开心嘅可以咧同人分享我灵里面嘅经历，亦都鼓励到别人。当我软弱嘅时候，有别人为我分担，为我代求，咁我哋呢一条嘅成圣嘅路上面 ，sanctification 嘅路上面，我哋就能够走得稳妥。如果唔系，我哋会受试探、攻击。跌倒的机会就会很频繁，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到去思想，有些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一方面逃避少年的私欲，另一方面我们能够尽心成圣的路上面，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灵命成熟成长，成为贵重的器皿。在诗篇的119篇第9节到第11节就有呢几节好重要嘅经文。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第10节，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一个贵重嘅器皿，系一个能够喺生命当中好贴近神，亦都能够活现呢一种圣灵嘅果子、神嘅生命嘅素质嘅一群人。佢哋同另一边嗰啲嘅卑贱嘅器皿，沉迷喺嗰啲嘅污秽嘅事上面，
容易受到引诱试探或者异端去迷惑的那一批有截然不同的生活的形态行事为人的表达的方式。所以在下面的几节里面 ,23-26 节保罗提醒提摩太，唯有那些愚拙没有学问的辩论你要弃绝。那些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不会帮到我们的。所以他说你不要跟他争辩，不要拗。那些的少年人私欲里面专包拗颈的，专是拿一些鸡毛蒜皮的，或者是无关痛痒的，跟属灵的事没有关系的，只不过是要表现自己，专是找一些问题来到去讨论，找东西来到拗的人，他说你千万不要跟他拗。相反的，他说神的仆人不要争竞，温温和和的对待他们，善于教导，全心忍耐，对他们有一份的怜悯的心，但亦都不会跟他们争拗。彼得前书里面都有讲，当有人挑战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要常作准备，不需要很激动的。包括在传福音上面都是，有些人包拗颈，有些朋友可能呢一讲到信耶稣，他就有很多的反应，很多反感，会跟你拗。你在传福音在街头报道当中，你都不需要跟他们拗，你只是很温温柔柔将你生命的经历来到跟他们分享。没人能够挑战你生命的故事，你生命对神的经历。而当你很温柔、很礼貌，甚至靠着主的恩典用爱心跟他分享的时候，圣经就说可能这种的温柔的表达，你很真诚的分享你生命的因着信耶稣的改变，这种的温柔能够劝戒那些敌挡的人，或者神会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那些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魔鬼的网络，他能够重新回转。在传福音的事上面又好，在教会对待那些的幼嫩的，甚至已经被迷惑的，沉溺在那些的不好的行为的这一班的信徒都好，保罗提醒提摩太应用相同的原则，不要争拗，我们反过来要善于教导，温温柔柔这样来到跟他们分享神的道。所以最后弟兄姊妹，来到今日，我想跟大家在这个的经文当中的总结，保罗教导我们，大户人家当中有贵重的器皿，金器银器，亦都有卑贱的木器瓦器。今日是一个的选择，只要你愿意，人若自洁，这个是神呼唤我们进入祂的圣洁，但是在我们那方面，我们必须要自己主动的回应神的呼唤和圣经的教导。人若自洁，这是第一点，我们就能够脱离卑贱的，成为贵重的器皿，合神所用。在这个成圣的路上面，保罗提醒我们两方面，消极的要逃避少年人私欲带来对我们属灵生命的阻力和影响，积极的我们要同清心祷告主的人结成属灵的伙伴，落雨担遮，天路同行。所以我们要一同追求警醒的祈祷，同时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努力的去扎根认识神的话，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成圣的路上面稳步前行，成为贵重的器皿，作盐作光来到荣耀神。愿神祝福我们，愿神一路带领着我们。我将你的话语
好，欢迎今日每一位弟兄姊妹啊，同埋新朋友咧嚟到参加我哋主日崇拜嘅聚会。以下系家事报告。首先第一项系家事座谈会，嚟紧喺五月底六月初嘅时间咧，我哋会有联合嘅呢个家事嘅座谈会嚟到当中嚟到关注教会点样嚟到去牧养下一代嘅事工。欢迎弟兄姊妹在今日之前呢来到去将一些的提问和意见呢来到去交到我们的办公室。另外关于英语主日崇拜的录影呢，我们会将会是来到上载在教会的网站上面的。欢迎弟兄姊妹当中或者这些慕道朋友呢来到观看。另外教会的改善的工程。教会呢是现在将会来到去更换教会礼堂的这些的长凳转换为呢是一些独立的这些的舒适的这些的椅是更加有灵活和弹性的。当中的费用呢是约莫是15,000元。另外亦都教会这段时间会安装一个电动的升降椅，是从呢我们的地库咧去到呢个嘅主层，为方便咧系行动不方便嘅弟兄姊妹咧嚟到上落嘅，费用咧约系咧18,800元。咁请大家当中咧嚟到去纪念呢啲嘅工程。另外继续呼吁弟兄姊妹嚟到踊跃参加教会嘅祈祷会，特别喺依家咁疫情严峻同埋咧世界咁动荡嘅里边我哋需要更多嘅喺神面前咧嚟到去祷告。来到去倚靠，来到仰望。另外，与事工的祈祷伴侣计划现在正在推行。曼德康牧师的分享影片已经上载在教会的网页。欢迎弟兄姊妹当中来到去了解，同埋来到去参与，来到自由组合，来到为个人和教会的复兴来到去祈祷。另外是同工的消息。我哋继续纪念到范新红传道，佢咧系换膝盖手术之后咧，佢仍然喺病假嘅当中，请大家咧喺当中咧嚟到去纪念佢嘅康复。今日嘅报告到呢一度啦。请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同唱三一颂。赞美真实万福之根，地上生命当真主人，天上万军中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请我们低头同心领受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Amen.
Amen。 今天的崇拜聚会到这里结束了，愿主你要赐福我们每一位。